准备刷卡，准备，准备刷卡。看这个不同的时间，2:58。啊，需要在这等着。这个还没开，这个2:58，那得等一会儿啊。那就再等一会儿吧。那就等一会儿吧。2:58，那谁得等一会儿呢？是吧？谁得等一会儿呢？我把自行车先放这儿，自行车先放这儿。先放这儿吧，自行车。那就等一会儿。啊，这边有 Safeway 超市，这边。好了，我把这个放在这儿吧，我就等一会儿。那我就先。悠的一会儿，自行车锁这儿，时间赶趟啊！我把自行车先锁这儿吧，头盔也锁这儿了。还有大约，我看现在是2:30，还有20分钟呢。溜达一圈，在火车站感受一下啊，去趟洗手间再溜达溜达。因为这个火车站以前来过这2-3次，都是匆匆忙忙的就。进来了，没有顾得上溜达，所以今天要好好的溜达一下。这边是，那边是谁在擦什么呢？啊，这边是卖快餐，对，卖的是快餐。这边今天星期天车次相对少，刚才我进来的时候人们在排队，是吧？啊，人们在排队，所以时间还蛮难。这边是洗手间，是从这儿进吗？是这边啊。这边吗？哇塞！地上这什么呀？这么滑，好危险呐！啊，这是这种的洗手间。这就是洗手的。这地方是熏手的吗？啊，这是擦手的。我找一个垃圾箱，把它放这边。这是堆肥的，这是可循环的，还有填充的，不可回收的。溜达一圈啊。它这有时刻表的这个，它这个有时刻表和车费。
今天星期天嘛，星期天。啊，这是公共汽车，这是。周日，从旧金山发车，2:58，对，2:58，一个小时发一趟，然后往回来呢，Sunnyvale。嗯，对，3:63。嗯，对，知道了。往回来也都有啊，一小时一趟。平时呢，就发车的时间比较多。平时每隔20分钟一趟吧，大约。对，或者10多分钟一趟。高峰期，下班的高峰期每5-6分钟一趟啊，所以。今天等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啊，三区，我在Sunnyvale下三区的价格呢，1区到3区，从1区到3区，7块7，到4区是10块多，5区6区。不知道5区6区啊，有月票对吧？有月票，96，230，108，看不太懂。成人，这个标灰的是什么意思？标灰的。是月票吗？月票。不太知道了，行吧。反正就这样吧。反正要到Sunnyvale呢，三区票价能低一点，如果到Santa Clara呢，就是票价高一点了。我去。拿我的自行车，要求戴口罩。啊，这边有更详细的这么一个图，哪天我好好研究一下，哪天研究一下。那边还在等着吧？啊，这边人们买的票。自行车搁在这儿了。这也是他这个路线。行吧，反正就这是什么东西，这是卖的报纸，需要往里放硬币，放硬币，这个报纸。我看看时间啊，看看时间是几点，看看手机。耳机都找不到了，我找一下啊，找一下耳机子。